没事可做，就修改一下公司的作品集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就知道是这样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要看球赛呢。你出去拿个拖把、拖拖地，台阶上有很多灰。啊，你有病吧？整天使唤我打扫卫生，还有什么什么，我总得有个职位吧？我就做个江里事什么的，不挺好吗？是啊，是啊。 盛君也很辛苦，就做江里事吧。什么江里事啊？你还是去给我打扫台阶吧。哎呀，代表都点头了。你算老几啊？成天坐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都没活干。哎呀，这儿没多久，肯定得倒闭。如果有人来电话了，让我用手煎炸酱都行。您好，这里是设计工作室。啊，前辈，你的话筒拿反了。 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江先生，好，什么时候好？是，姐姐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有工作了，好，我们没问题。是。以上就是新连锁品牌的内容介绍，谢谢。 嗯，不错不错，跟我们想象的画面完全符合。是啊，李氏说是他朋友介绍的，果然准备得很好，就按照这个进行吧。辛苦了。啊，桂林姐，真棒哎，真是让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。喂，你知不知道，桂林有多大本事啊？别看他平时很随和，这实力绝对不是盖的。他在世界级设计大奖赛拿过多少奖，你知道吗？ 真的，我看呀，比你强多了。哎，桂林姐，咱们别带他了，要不然咱俩合作，我来管理你的日程，你做设计，多好啊！你不想活了？哎呀，打到了旁边更疼啊！你辛苦了，可是接下来几个会议我不能陪你去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也要去学校，好好上课，别担心。好的。 过了这个学期，我会马上整理好的。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别担心，我一个人也会做好的。怎么回事？闹着玩呢？